来看就是这马总统长宣誓，讲要来成立这廉政署了，啊，不过外界有哪来质疑讲，这马总统过去有反对的态度啊？啊，这因是来质疑讲啊，国民党啊过去伫这民进党执政的时阵，捌170多届来反对设这廉政署，对着外界质疑，这国民党的秘书长金普聪今仔是真低调来回应，讲成立廉政署是对的代志，对的代志都应该爱去做。国民党秘书长金普聪甲青年军朋友做伙出席总团长陈善起跑记者会，希望青年军的加入会当让国民党国都选战国靠战略。而且在正式司法备案的影响之下，马总统20号宣布在法务部之下成立廉政署，国民党评估会对选战有正面帮助。这个见仁见智了、啊。我只能讲说，如果照这样说法，那是不是选举之前什么事情该做的都不该做了？因为怕被人家讲说是为了选举连在一起。不过，民进党在过去八年执政时，从国民党不断在推动廉政署法案达到173届，而赢这期国民党因过到即马做法无共，要如何说明？更加爱总统兼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先回失地。针对这件代志，金普聪回应对的代志就应该去做，国号由民进党也应该做回支持。所以这是一个值得大家鼓掌叫好的事情，需要民进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支持。虽然马政府充满信心，认为廉政署的成立对当前政府缩贪的情形有帮助，但国有国民党内地位反对，认为会弱化调查局职权，未来廉政署的工作范围如何加调查局等现有的机关有所区分，也是廉政署新派上关键的观察重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